对于你们来说的话呢，全都是攻击篮下，而中远距离的这种进攻方式和形式没有。然后第二点，你们的进攻区域全都在这儿。下意识，当然了，可能如果一打一对你斗牛，可能在这儿。但是对于真正来说，在打比赛的时候，如果打全场，甚至是打三对三，在这个地方去进攻是非常少的，更多的稍微斜向一点。这样的话呢，有切入勾手，有后转身的进攻动作，还可以去投篮和分球，力量更大一点。有两点，一个是多在其他位置感受一下进攻的方法方式，第二点就是可以增加一些